大家好，我们是第39组，我是资工系的陈志源，这是我们这次要报告的内容大纲。首先，我们对 topic transition 做个简介。 topic transition 就是在对话中改变话题，我们希望我们的 chatbot 可以不要太突兀的做到这样的转移。我们评估 topic transition 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 keyword hit rate，另一个是由人类评估决定对话的品质如何。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采取的几个做法。我们尝试使用 GPT-2、BlenderBot 这两种 pre-trained model 进行 fine tune， 因为这两种 model 有各自的训练目标以及 dataset， 我们可以期待 fine tune 之后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结果。收集资料的部分，我们尝试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自己和一个 BlenderBot 互动做 topic transition， 另一种是收集两个 BlenderBot 的对话，并留下有成功提到 keyword 的对话。Preprocessing 的部分，我们也实验了两种做法的效果。一种是将完整的对话作为 training data， 另一种是只保留 keyword 以前的对话，移除后续的对话。除此之外，我们还对 model 做了其他的改动，这些我们待会会提到。我是人工智慧硕一的苏彦硕，接下来由我跟大家介绍 experiment 以及 evaluation 中我们所采用的第一种方法。我们使用了 GPT-2 的模型作为 fine tune 的目标，并首先将训练资料透过 simulator 生成两个 Facebook BlenderBot 模型间的对话记录。为了建构后续 fine tune 时所需要的训练资料，我们也一并记录了 personality，并将收集到的资料由左方的格式转换成右方的格式。其中 utterances 是由 dialogue 转换而成的一个 list， 其中包含了 bot 的目标句子前三句话作为 history， candidates 当中的最后一句为目标句，其他则可放任意语句。我们透过 Hugging Face 所提供的 Transfer Learning Conversational AI Scripts 对 GPT-2 模型进行 Fine Tune， 这边也列出了我们实验中所采用的一些 Hyperparameters。 由于有采用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Effective Training 以及 Validation Batch Size 均为32。右图为 Average Perplexity 对 Epoch 数作图的结果。实验中所采用的 decoding strategy 为 top p sampling 搭配 temperature。之所以选用 top p sampling 而不是 top k sampling 的原因，是因为 top p sampling 可以去动态的调整每一次生成 token 时所考虑的 token 数目，而采用 temperature 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产生高几率 token 的几率，并降低产生低几率 token 的几率。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所达成的 hit rate 为 0.631。最后，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些小跟动来进一步提高 hit rate。我们透过模型训练时储存的最后三个 checkpoint， 将输出的 logics 做平均，再进行 decoding， 如此可以达到 ensemble 的效果。另外，我们也将验证资料一并用于生成模拟资料，并进行模型的 fine tune， 如此可以将 hit rate 再进一步提高到 0.708。虽然可以将 fine tune 后的模型再次透过 simulator 生成更多的训练资料，但因为第一轮的训练效果并不如 BlenderBot， 因此我们并未针对 GPT-2 进行更多轮的模型训练。大家好，我是心理所说二的郑宇兰。第二个实验中，我们比较两种 preprocessing 方式对于模型表现的影响。首先，在开始训练之前，我们先利用两个 default model 收集4214笔对话作为训练资料。同时，我们也计算了 default models 对话的 hit rate 大致会落在 55-60% 之间作为参考的 baseline。接着，我们要对收集的对话进行 preprocessing。以将对话变成模型可以使用的 inputs。 我们先从模型训练资料当中筛选出 user 有成功提到 keywords 的对话，可以将它们称为 valid dialogues。 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们的 chatbot 应该有做对了什么，才会导致 user 将对话转向我们的目标 topic 上面，所以我们希望让 chatbot 学到这些对话当中的特征。Preprocessing 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第一种方式，我们先利用每一段对话里的所有句子来生成 input。 那我们会把这边每一句 chatbot 所说的话，也就是这边黄色的句子当做 label， 并且选取 label 前面的三个句子 concatenate 起来当做是 context。 接着我们就依序把对话截取成 context 与 label。 因此利用第一种 preprocessing 的方式的话，每一段训练资料中的对话都会变成5笔 model input， 让我们 fine tune 我们 chatbot 对话。
那第二种 prepositioning 方式跟整体跟前面一种的做法差不多，但这边我们只会纳入对话里第一个 keyword 出现之前确保所说的话来训练。像这个例子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把 keyword 出现前的对话都处理完了，所以就会停在这边。这个方法产生的训练资料大概就只有第一个方法的一半左右。接下来就是进到模型训练的部分。刚刚已经有说到，我们先利用 default model 产生了4000多笔对话，这些对话会经过上述两种 preprocessing 流程的其中一种之后，用来 fine tune 第一次的 model。那为了让模型更加精准的产生 valid dialogues， 我们再将第一次 fine tune 的模型用来产生新的1000笔对话 fine tune 第二次模型，并且重复这个过程，得到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最后的模型以及预测结果。最后我们比较两种 preprocessing 方式在 training split 上面的 hit rate 表现，那不管在哪一个 model 上面， method B 的表现都略好于 method A， 因此最后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来当做 preprocessing 的方式。大家好，我是资工硕一蔡念成。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 decoding strategy 在 BlenderBot 上，发现 Bing Search 可以稍稍增加 hit rate， 但是其他 sampling 方法效果就不如 greedy。我们也对两种模型做了一些 human evaluation。以下句子开头为 but 是我们训练的其中一种模型产生的， user 则为使用者产生的。在这一个例子中， GPT-2 成功让使用者说出关键字，将对话主题从居住地转移到旅游。BlenderBot 则将主题从居住地、兴趣、电玩、兴趣，最后转移到电影。也成功的让使用者说出关键字。看这一个例子， GPT-2 尝试将话题转移到兴趣，但是使用者没能说出电影的关键字。BlenderBot 则被意义不明的鼓励话题困住了，无法一如既往的转移话题，也无法让使用者说出任何关键字。总结 Human Evaluation 的结果：一，他们都可以像人类一样顺畅的对话。二， BlenderBot 能够借由提出适当的问题，熟练的转移话题。三，两个模型常常将话题转移到兴趣，并且频繁的提到电影、音乐、海滩等关键词。原因应该是训练资料常常出现这几种情境。总结：一，我们尝试 fine tune GPT-2 和 BlenderBot， 让他们成功学习转移话题。二，我们用了一些机器学习方法，让效果变得更好。三，我们发现 BlenderBot 在 hit rate 和 human evaluation 能够更好的转移话题。